在上次好像是谁在下面已经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而且也已经就是在下面这个开始回答了。那么今天给大家一个机会，不一定要上来，可以在下面自己讲。如果说想讲的人多的话，我可以挑一个就是大家认为讲的最这个能够表达大家想法的这样一个回答一个答案。没有，上次我说那个裁切区我们这边增加了一个抽屉，然后对这个工作就是有一个提升。有没有两个同事裁切区的同事要不要上来自告奋勇的讲一下这个事情？这个是谁想出来的？是你姚聪吗？还是王威？啊，对呀，你来讲讲呗。咱来讲讲。可以可以，那我们转过来。你要讲讲。就是那个工具什么的放到桌子上，有点桌子放到桌子上有点乱，那个放一个抽屉放里面，拿的时候方便一点。那个桌子上面。整理整理好看得多，再一个那个料啥不容易坏啊。好，就说大家有听见吗？这边能听见吗？没有的，就是说你刚刚说的是什么呢？他这个裁切区的很多工具原来放在这个桌面上，然后放在那个桌面上呢比较乱，拿起来不方便，找起来肯定也不方便，是吧？啊，然后对我们的产品呢还有划伤。那么他呢动了一个脑筋，这个事情呢就觉得要规整一下，把这个工具呢找了一个和小管对吧一起合作，把这个工具呢收到了一个抽屉。那么打开以后，这个找工具也方便，不在桌面上，就是产品这个划伤也减少了，这个非常好，我给他鼓一下吧。然后后续的这个工具在这个抽屉里，我们后续的如果能够把这个工具在抽屉里也把它规整得很好，一打开直接就能够看到那个工具，拿到那个工具，那就会更好，对吧？我们都是有进一步的那个改善工具的。然后我给你拿了个奖。那么还有谁能讲讲就是你们心目当中的一个好的企业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记得你们两个人好像上次谁主动说过了对吧？上来说说呗。就是呗，哎，没事啊，我们以后养成的习惯，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讲。哎，以后我们例行早会，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把这个就是刚才的这个种子，当成是一个种子，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工位的这个改善，把它做一个种子，然后我们大家都要学习，都要在自己的身边进行一个改善。然后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谁能够做好一件事情，在这边说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下次怎么说？上次是你说的吧？是你说的吧？没事，来，努力一下。就是，对，你上次是说大家要同心协力，对，大家做好每一件事情，要有团队的意识，是吧？要同心协力，这样一个企业才会更强。有没有觉得不同意见的说，我觉得对，我有其他想法？或者有没有觉得他说的对？对，好，在这边，我们也是给他鼓励一下。这样子，这个企业就是一个要素之一，怎么样的企业能够就是成为一个大家都想在这边工作的一个好企业，同心协力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同心协力的目的是什么？同心协力以后大家要干嘛？是吧？同心协力的是为了把我们这个企业在各个方面都是变成最有竞争力的企业。
各个方面都是最有竞争力，什么叫最有竞争力？就在各方面我们都甩开第二个很远，就叫最有竞争力，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产品，我们的产品生产效率是非常高的，我们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对吧？我们工作环境是非常优美的，员工福利是非常棒的。那么这些所有东西都有竞争力，那么才是一个好的企业。在哪一方面特别突出，都不算是一个很好的企业啊，都不能完全算是一个好的企业。那么，但是至少我们要有一点我们认识到，就是说要做到有竞争力的企业，就是你需要怎么样，要同心协力这些。好的，非常棒。然后给你们两个人各拿一场。好，谢谢，今天到这里。